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练习两位以下纯数字的英语听力。您可以先闭上眼睛来用耳朵收听，如果听不出来，再睁开眼睛来帮助辨别。好，现在就让我们开始吧。5 11 20 55 13 68 4 39 72 10 94 43 27 88 51 16 33 2 65 77 48 12 54 21 98 19 37 62 7 85 49 58 23 42 14 95 66 8 71 34 22 53 89 17以上的数字，您听懂了多少呢？如果还有没听懂的，可以反复多次的重复上面的动作，让大脑逐渐适应，并记忆住这些数字所对应的各种声音，从而达到听力水平的不断提高。好，本次的练习到此结束，欢迎继续收听，收看我们后续的练习，再会。